将炎丹押入天牢，三日之后，本君亲自送往天行台领罚。那便就是炎丹仙子下的毒了。普天之下，再无旁人拥有四叶撼淡根须，你好歹毒的心，为了给你姐姐报天行台之仇，竟要置我于死地。什么下毒？我中了四叶撼淡根须炼化之毒。 险些丧命，方才帝君已经下旨，彻查此事。我没有下毒。那你说，足印你在何处？ 如今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，还请帝尊、帝君处置，以儆效尤。帝君，你也不信我吗？帝君，我不是要包庇自己的宫人。 只是一个小小的仙事，在帝君心中竟如此的重要。只要传到众仙的耳中，怕是会腹诽帝君徇私枉法。宁渊，你身为帝君，理当成为表率。吾希望你要不偏不倚，不枉不纵，给掌事，给天界一个交代。 切莫让吾失望，炎丹，绝无做过此事。毒海仙官。 当受天火之刑，将炎丹押入天牢。三日之后，本君亲自送往天行台领罚。往后岁月，愿你自持修心，不染杂尘。 请帝君三思，炎丹是被冤枉的。带走。是。